朋友，大家好，我们是 Energy， 超级开心，在今天在小巨蛋办我们的第一场演唱会，很像是回到自己主场的感觉。因为平常自我介绍，我都要介绍，我是第一个，我都介绍我的名字。今天你们来喊我是谁，好吧？我等一下说我是 Energy 的，你们就喊我的名字哈，先不要彩排，我们直接来看一下大家的默契哦，一二三，大家好，我是 Energy 的。大家晚安，我是苏伟。跟大家二十几年没有见面，所以我有一个小小的愿望，想请全场的朋友一起帮我实现，可以吗？什么愿望？就是我等一下拿下耳机数一二三的时候，大家去讲“苏伟，我爱你”，好吗？一、二、三，爽啊！这个、公器私用，太自肥了。我也爱你们。啊，等一下，你今天老婆应该有来吧？哎呀，有来啊，在包厢。你确定这样是 OK 的？哎，我讲 OK， 因为我老婆呢今天说放我假，她说我今天是属于大家的，今天就让我当大家的丈夫、老公，好不好？对对，你们都知道他是谁吧？好，那这样就好了。哎，都我打换你。终于，我们隔了22年，终于站上小巨蛋。今天的心情呢，其实真的是很爽。大家好，我是坤达。大家好，我是谁啊？哇，哎，比我的大声哎。真的吗？你在意是不是？他们前面叫太久了啦。对，我可以接受，我可以接受，来。OK 啊。但是我只有一件事想说，就是我终于回家了，小巨蛋！哇，原来你住这啊！我多想住这啊！那每天都一辈子唱歌给你们听，好不好？